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妙巴黎超水感液态唇膏的分享。那我这次买了5个颜色，它总共有8个颜色，但是台湾好像没有二号，所以总共是有7个颜色可以买。那我选了5个颜色，我选了1号、3号、4号、6号和7号。那我没有选的是一个正红色，还有一个比较偏向那种芭比的那种浅粉红色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浅粉红色，然后正红色我是觉得没有很特别。那我选的是很像雾面唇膏的极致裸粉的颜色，选2个，然后一个莓果色，一个橘红色，一个桃红色。桃红色就是我嘴巴现在上面擦的这个是7号，它叫做媚艳桃红。那里面我最喜欢的颜色应该是3号或4号，奢华生粉还有醉人莓果。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3号和4号，最浅的这个1号呢是那种它很自然，很自然，很像你自己嘴巴本身的颜色，然后有多了一层水亮感而已。那有些人说这一系列的唇膏很不容易擦匀，其实我觉得不会，就像我刚刚影片里面那样擦，其实不会很不容易擦匀。持色的问题是有些人说很容易掉色，其实你刚擦上去，刚擦完你马上就去擦嘴巴或是吃东西的话，它真的马上就会掉色，而且掉得一干二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等它久了一点，它吃色了之后，你反而舔它吃东西什么，它颜色都不太会掉。然后卸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卸，我就是用卸妆油就是卸就卸掉了。也有一些人说很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触感不叫黏，它比较像水，纯粹那种感觉是水水的，反而不是纯蜜那种黏黏的，就是你这样张开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它有黏住的，要黏住去拉开的感觉，反而就觉得一层水在你嘴巴上，就这样而已。那我觉得这系列其实是蛮值得买的，如果你只想要选一个颜色或2个颜色的话，如果你要自然一点的，但是又要看得出来你有擦唇膏的，就选3号，因为1号真的是太自然，自然到有点有擦没擦，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差别。那如果你喜欢很粉红的话，就选8号，8号擦起来也是很好看，就是那种很可爱的、那甜美的那种粉红色。然后如果你想要自然一点，但是又有擦唇膏的感觉的话，我觉得可以选3号，3号算是最适合天天擦的那种，最适合每个人擦的颜色。那4号是比3号再稍微多带一点点莓果，那种莓果桃红色，所以就比3号再稍微的夸张一点点。那就看你比较喜欢一般就可以擦呢，还是再稍微夸张一点点就选4号。3号、4号是我都很推荐。那我这次买了5个颜色，就是其实没有包色，包色还差2支，就是一支正红和一支8号那支粉红。那正红那支我是应该是不会去买啦，8号的话我有可能会去买，因为看人家的试色觉得擦起来没有它的外表看起来这么的粉红，所以我有可能会去买，可能就是要等到之后试色的那个，因为我去买的时候它是没有试色，就是看着网络上的照片选色，那可能之后有试色的那个试用品的话，我可能会去试试看8号，喜欢的话我可能就会买，还没有包色啦。那这一系列它真的超级漂亮，它的包装就是因为妙巴黎恋法魔幻经典唇彩是雾面，它们其实包装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雾面唇彩它这上面就是一般的那种塑胶的包装，但是这一系列为了配合它唇膏的这种镜面感，它也是做的那个镜面的盖子，我觉得真的超美的。所以呢，这5支就是我这次新买的妙巴黎的超水感液态唇膏。之前我都是觉得妙巴黎就是底妆很好而已，底妆啊、遮瑕膏，我是觉得他们那边做很好，那其他彩妆部分就真的觉得还好。但是自从他们推出了这个妙巴黎的恋法魔幻经典唇彩，还有这个超水感液态唇膏这一系列之后呢，我就慢慢的再多买一些他们家的彩妆的部分。那买了之后也是真的很喜欢，像什么眼线啊、腮红什么、腮红眼影什么的，妙巴黎就是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虽然它的价位可能以开价来讲不算是到真的很便宜，
跟其他开价比起来啦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品质是你不容易踩到地雷的，像别的很多开价的都常常是容易踩到地雷，我啦可能你没有，但是我也有可能常常踩到地雷。只是呢，妙巴黎这就是最近的表现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在开价里面来讲，品质是真的算是很好的，而且听说妙巴黎的价钱在台湾就是换算跟别的国家换算过来的话，在台湾买好像还蛮便宜的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水亮感镜面的这种唇膏的话呢，我觉得还蛮推荐妙巴黎的这一系列这个超水感雾面唇彩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还有要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是 Colourpop 眼影试色影片。那我的 Colourpop 的眼影呢总共有这么多，没摔到，之前才讲说每个影片